知县升堂。哎，你们仨人认打认罚吧。吓坏了。嗯，老爷，我们认打怎么办呢？认打呀，每人打80大板。哎呦，那怎么办呢？嗯，您摁点，我们要认罚呢。认罚？认罚？你们现在在哪儿做事呢？我们没做事。您琢磨那样怎么做事？我们没做事，没做事。那这么办吧，你们要认罚的话，在我这衙门里头跟着我当差，每月每人给2两银子，管吃管喝。认打认罚，快说。老爷，您摁点，我们认罚了。你是这个急性子，告诉你，你呀、就跟着我当差，你当我的跟班的，我上哪儿你跟我哪儿，因为你是急性子，你跟着我呢，咱不耽误公事。你不是慢性子吗？好吧，我家里有2少爷，大少爷8岁，2少爷5岁，你给我看着这2少爷，看孩子。你是慢性人吗？孩子怎么磨你也不着急，明白吗？你爱小便宜啊，吃芝麻抠包子馅。好了，你在我这县衙门里头给我当买办。知县想的挺好啊，想不到当天就用上了。怎么用上了？当天啊，外省来了一个大官，这个知县呢得到城外头，这叫迎接上差去。一听这个，赶紧的就传这急性子。急性子赶紧的吩咐外头备轿，你备一匹马，头了当银马啊，咱们出城迎接上差，越快越好。是，马上就下去，一会儿功夫跟那儿回。轿子备好了，知县也换好了官衣，上了轿。知县一看，瞧我真会用人啊，这急性子多好，不耽误事啊。一出城糟了，有护城河呀，这护城河啊，这么一个桥啊，上头插住车了，来往的菜车呀、粪车呀、土车呀、驴呀、马呀、轿啊，太多，插住了。那得半天才过得去呢，知县在轿子里直着急。嘿，早知道咱不出这门呢，你看这玩意儿都这得等多大时间呢？这一说这个，急性子，一雷马，赶紧跳下马来，也不说话，靴子脱了，袜子扒了，就把这个裤腿儿往上这么一卷，卷起来，到这轿子去，请太爷下轿。知县不知道什么事。干嘛？您看看，我把您背着，咱爷俩趟过河去。那行吗？那怎么会不行呢？您快来吧，预备好了。知县就下了轿了，急性子这么一蹲，来吧您。好，大人高升，还得说一句吉祥话。马上这就下河，稀里哗啦，趟下去了。嘿，知县一瞧，看这急性子啊。性子真急，真不耽误事，有意思啊。他往前走呢，走到河当中呢，越往当间这水呢越深，他怕这个县太爷呀把靴子湿了。哎，老爷，您再高升，哗啦哗啦哗啦，老爷您再高升，哗啦哗啦哗啦，就往过汤。老爷您看这您再高升，不行，这儿深了。老爷，您干脆您高升，得，知县呢就骑着他了。哎，对了，您买靴子搁前边，省得掉河里湿了。好，靴子搁前边。老爷，您看这怎么样？哗啦哗啦。老爷，您看这稳当不稳当？行，不服这都没关系。哗啦哗啦哗啦，快到对岸了。知县呢也高兴，嘿，急性子，真不耽误事。回头我赏你2袋钱啊、哦！谢谢老爷，懂，把老爷扔河里了。老爷打河里起来，喂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衣服都湿了，这怎么迎接上差呀、啊？走吧，回去换去吧。啊，好，您来，我背着您。背什么？已经都湿了，一块汤得了。一块汤回来了，到了县衙门里头。一进这二门一看呢，好，那个慢性子坐在那个大厅台阶底下晒太阳呢，坐那儿可发愣。
道他干嘛呢，摇头晃脑的。知县一瞧，嘿，慢星，干嘛呢？翻翻眼皮，想事呢。你想什么事啊？你怎么不哄少爷？少爷哪儿去了？您问哪个呀？大少爷。大少爷上学了。二少爷呢？二少爷掉井里头了。啊，掉井里头了？你怎么不捞啊？捞什么呀，已经半天了。哈，你这可真蛮性子，这个赶快的派人捞吧。哎呀，这怎么说的，我怎么用这样人呢，太耽误事了。来呀，赶紧账房拿五两银子买棺材去。这一说买棺材去，这爱小便宜的过来了，拿着五两银子，爱小便宜的奔棺材铺了。一进棺材铺，掌柜的，你们这儿这个匣子多少钱一个？匣子尺码不一样，有4尺8的，4尺8的是4两银子，3尺6的呢是这个3两5，有这个2尺4的是3两。那就不对了，4尺8的4两，2尺4应当2两，怎么卖3两啊？那不成棺材的，就是让大不让小，那谁买小的多上当啊。这是4尺8的吧，这3尺6，这4尺8太大了，2尺4的太小了，这3尺6的这个咱商量商量，咱给3两行吗？不行不行，您这是3两5。3两5呢？3两5太多了，给3两2，3两3。人说我们不打价，棺材铺不打价，不打价，你先别着急呀。好，3两5，给您5两银子，找钱，5两银票递给掌柜的。掌柜的呢，得到这个柜房里头去找钱去。头了没人，和就掌柜的一个人。给您找钱去。掌柜的接过他这银票呢，就进了账房了。艾小平一看掌柜的进账房了，一看四外无人，把这3尺6的这大的盖打开了，拿起小的来，装在这大棺材里头了，然后把盖一盖，往嘎着窝一架，净等着找钱。找您钱，嘿，拿来。哎，我们给您送，甭送，我自己会。怎么他怕人瞧出来呀、啊？自己腾腾腾赶紧跑回县衙门。老爷，我买回来了，您看看，那个3两5，便宜不便宜？孩子都死了，还在乎便宜不便宜？哎，得，就是他。嗨，废物。大呀，要这么大的干嘛呀？哎，小平儿啊，老爷。您看呢，一打盖，这不还有小的呢吗？把这小的举出来了，知县一看，嗨，你这人怎么这么废物啊？你干嘛买俩呀？老爷，这咱们没花钱，他没看见我拿的。胡说，你拿这个有什么用啊？哎，老爷，闲来治忙的用啊。大少爷要再死了，咱甭买了。